所有车都不右转的话，那就只能直行了。对，就不行，那就我们自己走算。看看他们有的有，他会有标志吗？因为我没走过这个，我走过这个这里比较熟悉，但是来说像那种开车，我是没有开过这里。哦。回去算一下给我啊。好，但是你说180就不给你180，可能还涉及到一个灯的事情。灯呢是后面的事。嗯。那七月份拿给你，还是要现在拿给你？七月。你放心，你来的话，我把所有的票啊、住宿给您搞定。要租个房子，也租给你个房子。哎呀，我估计我还是想到时候住那个宾馆，方便。住这个租房子，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。再个来说，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也不做饭。先看，我先给你找一个人吧。租房子的有提供桌子板凳的，看看吧，好不好？再看。哎呦，有车转过去，有车转过来。这站你看，这可以转。好的。就在。看到好像就是这里啊。不是，这个天桥不是，在下一个天桥呢。下一个天桥能不能停车？看看吧。这是接学生的。好像也开心。你看看摄像头。不行了，我们在师大门口。对。公交车站。但是这停的不行，那边都不行。你看看这个，等一会儿。好。我在师大门口看看。被贾田那边。